早安呢。Hello， 包子 ，Hello， 班生。我发现我的刘海有一点，贴，是不是应该夹一下？Crazy boy， 谢谢 QQ 男送的枫叶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刚刚去的麦当当，实在是太可爱了，我就跑去买了。然后我还买了，当然是买了地瓜薯条啊，从没买大卷葱，但是有啊。我这次特别去买，顺便开直播给你们分享吃，这样，那你们等下那边挨挨叫，哦，好香好香，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概念。应该说我不是买，就是我之前有。在那个某某购物平台购物平台上换到那个券，然后我就打麦克耶，啊，六块麦克几块，哦耶，我觉得地瓜薯条还不错吃，欸，大家应该都已经看了《城南有意思》的影片了吧？你看吧，我就说影片出来，我们一定会被你们说是公费的恋爱。全新卡，我连今年的内容物是什么我没看，我就买了。安，闪屁，哎，你怪我吗？哎，是我被 file 工作的，又不是我能选择的，你凶屁。Hello， 整形男子打疫苗打第三剂，你现在才打第三剂，我以为你打完了。Hello， 整形男子，你就讲，我也讲讲嘛。哎呦，干嘛这么认真呢？对不对？有工作当然高兴，真的有工作当然就是要高兴啊。还有只剩毛衣，干嘛学我啊？自己装自己讲哦。对，不然呢？我就是去买了一张 Bingo， 我还没看的内容是什么？看一下。但重点还是 Bingo。今年有换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欸，差不多啦。
有吓到，我还没看过，我还没看到过，期待。今天天亮才睡，累死了。那你怎么现在还来看直播？要睡觉啊，健卡真的，所以我就去买了。要的吧，如果能出个3元怪也好。时间停不下来。今年的有被震到吗？有，但我在看华灯初上，所以就没有那么 care。最后的一点爱，甜心卡。但是今年的甜心卡，就是如果有男生那种很酷很帅的男生，很妹的男生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吃麦当劳啊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我有甜心卡。”你不会觉得他从包里拿出这个会有一点反差萌的感觉吗？谢谢叔叔的平安灯。1点多，我记得我看到2点多，哎，两张蓝色的是跟我一样的吧？这。我觉得地瓜薯条很好吃。平安吗？你还好吗？你那里应该蛮大的吧？我也很少会买麦当劳，因为麦当劳变贵了。我是因为它是布丁狗，所以我才买。被咬死！什么意思？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？有啊，我们去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就是有很多钞票硬币的那个店呢、啊。然后导演就有请那个店家跟我们介绍，他觉得最有特色的钱。隔壁小舅舅舅舅，然后他介绍那个钱，我忘记是哪一国的币纸，对，那是纸，然后有4张，好凶吗？书店老板没有，书店老板超可爱的。然后他就跟我们介绍那个壁纸，他就说是有得奖的，真的超漂亮，就是用画，很像油墨画这样，但我忘记是哪一个国家的，从中美，什么意思？老板叫什么？我不知道老板姓蔡啊。我是不太会介绍，反正就是
觉得没有拍把它拍下来，我觉得很可惜。但那个纸，那个纸真的很漂亮，那个钱。然后我去到那，我想到我小时候，就是我们家有那种红色一块钱一张的纸钞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小时候不懂事，我就把它撕掉，不知道去哪。不懂事的。有看到纪念币吗？有，我有看到米老鼠啊，米妮的，超酷的。然后店里很多狗狗。那里好多好多，多到不可思议。这里太多东西了啦，你这样问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今天的网络很烂。大家看完那个了吗？华灯，好，好爽哦。这是什么奇怪的要求？对呀，我在吃麦当劳，我刚跑去买。今天真的怪怪的。薯条谢谢白先生的麦克风。我这里一直有那个人家进场的特效。怪怪的。谢谢阿比送的鸡，谢谢阿比，谢谢阿比哦，一比呀呀一比比呀。这个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昨天骑车去学校，我把我姐的车绑架出门，幸好没有发生什么事，但是。我在回家的时候不小心磨到人家的后照镜。谢谢高高送的浪漫玫瑰。然后我刚刚回来停车的时候也不小心磨到人家的握把。
差不多是这样。幸好昨天那个人没有下车打我。谢谢阿比送的浪漫樱花。哎，我真的觉得我的 long life 怪怪的。一直在跑进场特效啊，什么东西？好久没有给你们看。好，谢谢你告诉我。我睡好了。谢谢叔叔送的玫瑰。他不会影响到我直播啦，只是他一直在那边闪而已。有吗？我没有看到。对啊，说麦当劳沙拉也要下架了。谢谢大拇指送的梦幻泡泡，他之前有个什么嫩鸡沙拉吗？忘记了，我有一阵子很常吃，可是他真的就是很贵。我就不知道了。你可以去问麦当劳，这我真的不知道了。没吃过，我之前一直很想去吃吃看。有人吃过吗？
好，谢谢你告诉我。我问你们呢，你们吃麦当劳有没有什么习惯？特别的习惯。对啊。我不知道胡椒盐这种东西。汉堡只吃有包装纸，你说有包装纸的像哪一种？那种芥末，那个叫什么？有比较喜欢的一位吗？你可以问大家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哦，鸡块三分裂酱很酷哎！对对对对对，你说的油脂是这种吗？还是什么 BLT 之类的？我鼻塞了，正在擤鼻涕，但我现在手上有这个。我该把它先放下，还是先把它吃完呢？玉米浓汤不是要放胡椒吗？不是胡椒盐，胡椒盐跟胡椒不一样啊。一个会咸，一个不会咸。胡椒盐是比较粉的那种。三个我最喜欢晨晨的，滴答麦片最近不是有那个什么鸡两层的。但是我去麦当劳，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喝可乐、雪碧这种东西。大麦机可是我刚刚那个不能换，不然我麦当劳我一定是喝玉米浓汤。还好不晨晨我婆
好，刚刚讲到哪？哦，我之前有看过什么麦香瑜伽糖哎。会集中结成帅，真的。太甜了吧？我那时候看到文，哇哦，这是什么神奇翅膀？都快 Oreo 吃了吗？我其实对 Oreo 还好，但听说很甜。黄龙庄是什么？叫什么？我只知道它是小笼包，因为我们就是去，然后他们就叫我们吃。哎，但冰心雪糕我还好。那就请多多发了我们的 IG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你吃的感好吃的感觉很多。我们拍摄那天不是有去那个，就是植物园吗？然后它旁边就有一栋，我忘记叫什么。然后因为我们看到实在是太好奇了，因为它是有点像保，算保全吗？也不是，反正就是它看起来是很像一个世外桃源。然后呢，我就特别去查它的房子多少钱。你们猜一瓶哦？你们猜一瓶多少？一瓶要260万。那叫什么忘记了？我加入过一次。对对对对对，宋涛院。我踩几下，我的身价会变高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天龙果不是天母吗？叫天龙，现在还是很天龙的。
子吗？细子我觉得还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卡坦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V 的一起生蔡依柔肉肉。好期待哦，这礼拜就要公演了，好久没有跳公演。您好，然后那天哦，那天还有骑脚踏车的部分。哇，恭喜耶！你跟班生，我给你跟班生一起坐一起是吗？你是坐偏前面还是偏后面？只有我骑啊，对啊。设席中间第二排 ，OK。脚踏车对向两个方向都行，我们是因为它是这样，我们就在那绕圈圈。我最近还没有搭到捷运，然后我有一个小故事想分享，但是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只是开玩笑。没有恶意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恶意，所以大家请不要，就是有任何的，任何的攻击 ，OK， 就是那时候选我们两个。导演就看七七哦，就是一个很漂亮、很正常的一个人，很有礼貌的感觉这样。然后他说他就在找第二个了，他就看我跟七七好像感情很好，然后看起来很像低能儿，所以就选我了。对，他那时候就是这样跟我讲，但他没有恶意，我就回答说你才。你才，对不对？我粉丝也都觉得我是低能啊。一个，他是看我低能，所以才选我的，他是这样说。没有啦，就是开开玩笑，大家不要走心，好不好？
你的刘海怪怪的。对，这就是那天比较有趣的事情。哦，那天也是骑车去上班，然后我们是约几点？七八九，忘记了。然后我就骑车到了之后，我提早到了也有个七八分吗？我们就到都没有人。害我很紧张，我是不是骑错地方的？而且那时候一大早车超多，我超害怕。对呀、啊，我昨天绑架我姐的车，叫车车载我去学校。说不定你上班的地方离家里很近啊，你们怎么说原始人？哎，你上班走路可能只要三分钟，你骑车去干嘛？这是假的。你快睡着了，好好笑，什么意思？我在哪里考机车驾照的？我是在士林考。然后呢？我是说第一次车坏掉，我就从士林监理所把车牵到了建潭捷运站。你们告诉我不远吗？没有了。对啊，大家都叫我去考重型欸，为什么？疯了，你们就知道我那时候多生气了吧。我已经出去很多次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去买麦当劳骑车哦。现在还没骑，还没有那么熟，等熟一点了才会骑。还有德语了，要的吧？考了试试，让我得意一下嘛，得意的一天。
我去装个水。好多了。然后呢？但是他不是第一个坐我后座的。一个坐我后座是腹肌麻油小姐，这个刘海怪怪的。然后那天呢，我并没有紧急刹车，是他自己裤子太滑，一直往前滑。然后重点是我很好笑，每次他们要坐我给我载的时候，我之前有看过人家骑挡车，然后他的挡泥板上面写说现成辣妹，然后我都跟他们讲说，我只要载他们，我都跟他们讲说，等一下上车你要叫，不管叫的多大声都可以，但是请你不要乱动。那就好。然后藤井麻友那天在跟刘雨欣讲说，你知道我上次怎么做的吗？我上次是不敢动，我就是这样。我在过麻油跟七七。诺诺买车了吗？没有啦，没有钱买车，当然都是骑别人的。也有帅哥好不好？嘿，他们紧张吗？看起来是还好。在麻油你也想在排队吧你？可以骑勾勾乐？对啊，我都骑勾血。那我还没有骑过 Vimo 好骑吗？高血好好骑哦，就是它的敏捷度，是这样讲吗？午安，特别挑 CC 数来骑吧，什么意思？因为其实我骑都没有骑很远。Gogoro 轻吗？ Gogoro 还好吧？ Gogoro 蛮重的，不是吗？然后超好笑，我第一次骑 Gogoro， 知道难过在哪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还不敢上桥，因为我大概能想象，我上桥会被风吹得东倒西歪。好，我刚刚讲到哪？
哦，我第一次骑 GoGoRo， GoGoRo 是玻璃车啊，不是吗？倒车就叫你回原厂看。就是我第一次骑 GoShare， 我就怎么油门怎么吹怎么不动，你知道吗？它就会闪那个黄色惊叹号。我想说，它应该是要启动它才会动，但是我按了那个 Go 呢，它就是不会动。然后因为我朋友在等我，他就打电话来，我说哦，我现在是签 GoGoRo， 可是它不会动。然后我要看说会不会是我手机里按什么东西它才可以动。我就说好，你等我一下啊、哦。有没有？我就跟他讲，他不会动。他说那你就按那个 Go 啊。我说我按呢、啊。然后就你等我一下，我就看了手机。然后电话又接起来，喂喂喂，人就不见。然后我在那里又吹了差不多三分钟，在前面应该已经有个五分钟了。然后讲完电话之后，又过了三分钟，旁边就跑来一个男生说：“怎么了吗？我怎么追他都不会动啊？”然后说：“那你按看那个 Go 加刹车。”然后就刹车一拉油门，那个 Go 就一按，然后他就仪表板上面写着 Go， 然后就是他可以动，我就啊，谢谢。然后我就骑车就噗噗噗就到要去找朋友的地方。我说，他有来救我。哎，你跟我讲那个够安了，他是不动啊。他说我刚刚跟你讲怎么用，可是你就挂我电话了。我没有啊，我不是叫你等一下吗？不是，我没有骑过，我没有骑过高雪，请不要这样。是什么雨天？而且，普通机车它不是可以直接按发电吗？没有，我有看过不用的。就是直接按那个，然后对，我第一次就是这么的荒唐。我决定要去哪兰家，然后后面骑GoShare就非常顺利，但我还没有骑过 WeMo。有啊，我踢啦。踢了，然后那个车厢也关了。没事，我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启动那个狗血了，请大家不用紧张，好不好？我很期待我骑挡车的那一天。是因为没有时间练，所以现在就还没有骑。我161。您没说还不紧张，您一讲完就开始打，才开始练，会是哪一台？你猜呀、啊。
我觉得应该猜不到。一料一算可以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可以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呀，嗯，很像，但不是。一六一那没问题啊，如果骑猴子的话，这身高有什么重要的？我不会长的啦，我已经一六一很久了。但猴子其实我最近有一点，就是。一直在看，然后看到后面就有一点还好，因为他其实真的缺点不少，也不是说缺点啦，一五零的你可以理解。是猴子，是真的，你要非常有爱，是不是太贵？真的，对，现在虽然它是我很想要第一台就入手的车，可是就是我觉得猴子是很多挡车的人。都会想拥有一台的，因为它就很经典啊，但是它小，然后又贵，然后它东西是电镀的，你一个不小心就生锈，然后你又要换，你养它你又要花很多钱呢，而且它不能双载。你要说可以的话，你勉勉强强它还是可以载啦，但是坐久了会变形啊。它的型我是真的很喜欢。这边的刘海怪怪的。因为我是真的有在看。啊，最近不是有一台要出吗？复古车型吗？不知道哎。现在还没有买车的打算呢。谁的一生？而且401，它也是我越看然后就越还好，因为401的缺点就更多，更难养。然后401也不便宜，虽然它这个牌子是真的还不错看的。
这个刘海真的怪怪的。401蛮小的吗？401蛮大的啊，而且401我可能还踩不到地板。哇，这刘海。是这样，401身高不够，踩不到地板的。虽然我有一阵子也很喜欢 CRF， 但他真的是太高了，而且他也不便宜，碰打嘛。401吗？401很大台耶，而且我不喜欢白件，我喜欢黑件。Kawasaki 吗？ Kawasaki 不是我的菜。可是401就是他就是做的，做的欧美系。你说哪一种？这刘海是看起来好奇怪。欧美系是哪一种？它应该这里要顺，然后这里要顺，然后等旁边就趴嘞。别，趴嘞这就是有点太大了。帅是帅啊，但他真的就太大了，他真的太大了，很帅，但我不会想考虑，他太重了，我不太想要骑太重的车。你们想想看，假如今天出事，我都在那边痛了，我还要在这翻那一台车，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还有人想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叫问我要不要去考重驶，我应该是不会骑到这么大吧？虽然大家都说车会越骑越大，但我还好。我对大车还好，我就没有，我直接没有这个考虑好吗？以后还是要考的，为什么？赛车执照，哇！你们直接帮我铺好后路了。我听说有很多很多艺人都有在骑车，哎，就是有在玩车，反正现在不能考。现在不能考，我记得考大车有一个规定。哎，他们好歹也是个警察，那一定有训练过的。现在路上的阿叔，我最讨厌阿叔了。你应该之前没有看过我
直播说阿叔是破车，没有啊，就是我真的觉得阿叔还好，小阿鲁我也还好，有一技之长哎，这不错哦。我就对防晒还好，防晒不是我的菜。我觉得防晒就是帅，但是防晒比较适合跑山，对不对？我们班上也有一个跟我一样是短头发的女生，然后她最近交男朋友，她男朋友也是，她男朋友也是都骑车这样，然后最近我们两个待在一起都会在聊车，然后旁边就有另一个，他就会不知道跟我们聊什么，笑死。所以你们要我去当宪兵是吗？当宪兵你们就看不到我了。当宪兵你们就看不到我了。可以。你不要跟我讲说我去当宪兵，然后出来放假，我要给你们开直播，我这不看了，傻眼。虽然小时候真的考虑这条路，因为我就不喜欢读书啊。我妈说还是你去念军校的，去当兵。对啊，盯到死。不是说我之前有同学去志愿役吗？就跟他聊很多事，他都不太能讲这样。谢谢叔叔送的祈福灯。今天叔叔是什么？一下那个。对呀。我们都问他。阿弥陀佛，平安。谢谢日华送的枫叶。我今天嘴巴看起来好大，看好你哦，眼睛也当中，谢谢，太可怕了，会不会讲话啦？超度谁啦？哦，谢谢小米送的玫瑰。小米啊 ，baby。
我那个进场特效一直在跑，搞得我的直播间一直进来的很多很多人。超度。最近有个吃货开吃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有吃货的特效哎、欸。做自己，我的世界由我定义。有什么吃货特效吗？我想看。今天镜头好像比较近，因为我靠的比较近。我跟你们讲很好笑，因为我是跟我妈妈睡在这，然后我姐是睡在这，然后呢，昨天超好笑，不是地震吗？然后就一摇。那个手机一叫，然后过没三秒钟，我姐就当啪啪啪啪啪啪啪跑到房间，然后挤在我妈跟我中间。然后过了多久，就她觉得没事，她就又跑回去。然后不是又有一个余震在那边摇摇摇摇摇，我姐就咻咻咻咻咻，我就。开始摇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向门口，然后我姐就冲进来，我就一开始一直笑，我就说：“你好像浅浅哦。”然后浅浅来，然后浅浅来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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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昨天摇几次吧？昨天好像摇很多次，五十几次。昨天看着他笑到一个不行。太大包了吧！我刚刚吃了一个汉堡了。那么会摇，对啊。到早上快七十，就是一直摇。哎，我跟你们讲说，我那天差点被爆雷嘛。就是我那天出门，我就坐三个人的位置，旁边是我同学，对面 一群不认识的也是坐三个人，然后好像讲过了，然后最右边的那个就问中间说，哎，你看完了吗？凶手是谁？告诉我。然后就跟我同学两个人不要。华灯初上啊，人家不要不要。然后那个最右边的人，他就发现我们在那边喊不要之后，他就觉得很丢脸，他就拿着他的书包一直笑。你就冲过去 ，You！但我现在还剩三集没看，可是我已经知道凶手，就最后还是听别人讲，但是听人家讲完我就。还好。但我没有看新闻，我就都死都不点进去。
个礼拜出门路上晚上真的都没人欸，大家都在家里追华灯初上。但还好，就是知道凶手，凶手之后没有什么，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就是哦，原来是他这样。然后我有看到那个男男，我昨天看到那个男男，真的是哇哇。居然是他们的，就是第三季让我最惊讶。很香不要再给我了啦，我知道是你要吃的，我没有要吃的啦。第一集，很好看哦。第一集，哇哦，好玩！看完马上地震，我是边看然后边在震，然后藤井麻友要边传讯息给我，我要边回他讯息。哇哦，哇哦。你说宝宝吗？宝宝真的是后面很厉害，宝宝。哪有？他在那边乱，我在看他在那边肉肉。晚安，晚上好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嘿，晚上好啊，不是，我说嘿，晚安。他说不是这个晚安，不是 good night。我说怎么？然后就聊，他就麻薯，他的被子上尿尿了，我闻到味道了。为什么？现在抖音也是一堆，为什么？各种 ，Aiko，那个真的超好笑哎 ，Aiko。但我比较喜欢 Yuri， 就是长相的话 ，Hana 我也蛮喜欢的。妈妈就别说了，妈妈是一定在，好不好？期限不只是永远，没有没烦恼，慢慢再有意义，再努力之前。肉肉，我是不是你？不要说我像 Yuri 哦，差很多，天差地远。这样吗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头发看起来很厚。真的假的？你有去哦 ？Aiko 的那 ，Aiko 那个演员跟哪 ？Aiko 是那个郭雪芙哦。我的胡子长出来了吗？
世纪大和解。这就是 Yuri， 今天访 Yuri。我是白变肉，今天是 Yuri， 然后下一秒变晨晨这样。我觉得大家都很厉害耶，我也有啊，这是比较旁边，在这。哦，你说这里哦，那个真的学不来，学不来。我妈刚带了一袋甜不辣回来给我。但我刚刚已经吃了一个汉堡了，汉堡包。谢谢南野秀一生的浪楼戏。Hello Steven， 我见。他现在有无条件可以换，可是你要保证你的商品的完整度。来不及，对啊，我也水洗了，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刚拿到那个味道蛮重的，所以不水洗真的没办法。穿得很开心，还是我也来穿一下。真的假的？我没有被，哦、我有被剑毛转发，但是没有被晨晨转发。
小，就是放着做纪念吧。但说实在，我一开始以为他们会做宽松的，不是做日系小小的这种。但我还没有看到 T 恤，真的很可爱。但前面这个我还好，这个我还好。那我蛮喜欢后面，因为我以为就是因为看他们平常都穿宽宽松松的，我以为他们会做这种宽宽松松的，但我也没想到我居然。低能儿发挥正常，没有看到 size 点了个 S， 正常发挥。这手好歹要在这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真是，他该几次都没用。而且我这也不能换了，我觉得下水就这这比较，但他们品质是真的很好啊。但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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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辛苦了，宝哥，真的。这样看他，真的很累。天气变冷了，可是这么小，我到底要怎么穿？我跟你讲，这不怪，这真的不能怪，怪衣服很小，就是怪我自己。没有看清楚，应该买。如果我真的买到 N 号会比较好一点。挺口黏的，什么意思？这可能会搭会更舒服一点，我会比较好伸展。别是手机起，真的很好笑哎！我到底在干嘛？陈恩，还是我跟你换？哦，对啊，挺可怜的哦。2XL， 你刚刚好，那真的真的有点小。的感觉，哼，真是，而且我这算蛮早就拿到了，他们的尺寸，我们去买个几块，但我觉得这一波做好了之后应该。会好，因为就是会注意到更多细节的部分。只会越做越好。看他这样，我都想去帮他包货了。
什么意思？那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会不太一样，有些可一定有些人觉得日本的麦当劳比较好吃啊，日本麦当劳的价钱是如何？日本不是有炸甜甜圈吗？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非常生气，没有炸甜甜圈。台湾麦当劳就已经很贵了，日本还比台湾贵哦。那有卖香鱼吗？但是什么？我刚讲什么？啊，但不是听说台湾的麦当劳是被买下来的吗？跟国外的麦当劳不一样。我这几天在 D 卡上有看到一个文，就是他写说，你看到你身边应该怎么说？你身边的有钱朋友，然后就看到上面有个留言，他说他是朋友的朋友这样。去年生日礼物是100万，今年是一间公司，过年红包看起来是10万上下，心情不好，爸爸就把他赶去韩国玩。然后还有什么穿巴黎世家拿 LV， 跟他出去吃饭一定不会低于300块，300块超多哎。然后还有什么，只要跟他出去吃饭都是他请客，不是他不是他不是文章，他是就是大家，他是打一个，他的标题是你身边的有钱朋友，然后是下面的人留言这样。
我觉得夸张的一定还有，只是我们没有听到而已。我觉得300很多哎、欸，我决定我要找。那我问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一个礼拜吃饭一个礼拜要多少钱？不要吃饭，你就一个礼拜多少钱？如何一个礼拜你们觉得要多少钱才过得下去？加上你通勤啊，有的没的啊，7天哦，一个礼拜哦。乌云千山，能不能？最多就1000，哎、欸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觉得就是你自己想想看，你说一个礼拜1000，然后你1餐300，你不会觉得很奢侈吗？独自走在身后。对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300就会觉得哇贵哦。好，我找到刚刚我说的那篇 D 卡，它的标题是班上有钱人，想请问你在学校中遇过最有钱的同学到底有多有钱？然后下面的留言是
最多按赞数的第一个，麦当劳叫套餐，饮料薯条加大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饮料薯条加大这不是最有钱，我觉得最有钱是饮料换玉米浓汤大杯，然后薯条加大，这就是比较开玩有趣嘛。感恩好，好，接下来是第二则留言，他说认真分享一下我的高中朋友。第一，吃饭只吃餐厅，饮料也是星巴克以上，喝清新会被嫌。二，衣服鞋子基本一定破万，这真的是奢侈。比如巴黎世家、Off White、LV， 然后拿满这样。三，坐豪车，有司机专门接送。四，超喜欢请客或送礼物，就是他说跟他们出去吃饭都不用自己付钱，生日礼物每次都送一些我大概一辈子都买不起的精品。他说五，18岁马上就开保时捷，20岁骑哈雷。然后六，家里占地坪数超大，而且还有帮佣私人花园，房间有浴室、更衣室等等，不觉得乐趣。然后他还说，真心觉得他们愿意跟我们这穷逼当朋友，一定是上辈子的福气，因为认识他们真的是开了很大的眼界。只可惜他们后来都去国外留学，剩我自己一个人在台湾，笑死。然后还有我刚刚讲的那个，他说是他听到的，去年生日礼物100万，今年生日礼物1间公司，红包目测10万，还有只是因为心情不好就被爸爸赶去韩国玩，当场买机票、11住行、娱乐全是爸爸出，还可以带朋友一起去，听完就觉得很扯，比扯铃还扯这样。然后还有别的，吃一口饭，因为太难吃，所以整盘倒掉。可能我现在定义的有钱人是自己很会赚钱，富二代，不会特别在意。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。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，现在很多留言。然后还有这个叫做，就是刚刚大家讲。吃优格不填盖子，吃鸡排不咬骨头部位，喝珍奶喝完不吸珍珠， WiFi 不用吃到饱的，夹自助餐不沥汤汁，吃单单都只单点不套餐，布丁奶茶买一送一，要求去布丁。好，看看哦，这个也很狂。上大学因为不想住宿舍，所以他爸妈直接在学校附近买房让他住。这个。寒暑假都出国，过年民宿包栋花100万，机车不会骑，汽车不会开，出门搭 Uber， 假日跟他约吃饭，每餐平均300元起跳，选喜欢的环境打工打发时间，月薪15000，但他爸一个月都拿50000零花钱给他，整个人超精致，微整保养，样样都来。哇，那个！国中的时候，同学不见2000块，找了一会儿，找不到后说算了，才2000。哇，2000呢，我可以活2个礼拜。
这个，整排房子都他们家的，出租给别人。去 Seven 买东西不用付钱，直接说房东，然后就记在本子里。想去台北生活，家人也是直接买一间给他。基本上打工真的是在体验。看这个 ，DRG 改50万，全身上下精品，正版精品。跟他喝酒，都开给我喝。包包、钱包，一叠蓝色的，这是把布。吃面的时候加两颗卤蛋，有钱到我都羡慕了。欸，但我真的不得不说，有些东西真的不是我们能想象的。就像我们说他在那边苦啦，说不定真的有这些事情。只是我们想象不到而已，不是属于我们的生活了。看一下，不用同学，我跟我的表妹就天壤之别的家庭，有钱到房子一栋一栋买，今天不开心住这里就住别的地方，都是透天，甚至还买地盖房。手机换来换去，出国都随便去哪里玩，还可以刺青，比我早买到车，比我先去考车子驾照，想养什么宠物就养什么宠物，车子还是父母各一台，都修旅车。而相较之下，我却还在存钱考驾照。我的家庭，我的爸爸妈妈连一间房都没有，还住在亲戚家，连一台车都没有。爸爸的摩托车还因为酒驾被扣押，这真的就是爸爸的问题咯。重点，摩托车还是我表妹爸爸出的，名字还是表妹爸爸的。奶奶也常常骂我，说你爸爸妈妈又没有给我孝亲费，我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？妈妈还欠一堆钱，还没还完。但我的表妹从来没嫌弃过我，或是因为家庭上差异而贬低我，在他们眼里我是姐姐，所以尊重我。有任何需要都会帮我，伤心难过的时候他们会关心我。我小时候，表妹的爸爸妈妈还会带我跟弟弟一起出去玩，让我们有出去玩的机会。真的是爸爸的问题，好有钱哦，都不买买一送一的哈。但我觉得现在的小孩真的是，现在的小孩其实一个都比一个有钱。哇，国中毕旅去剑湖山，晚上晚会跟其他国中一起看表演，最后别的国中的其中一个人被请上去，结果剑湖山是他家的，当时只有14岁的我真是惊呆了。大一年不如一年，一届不如一届，剑湖山是他家的。
六福村。看看就好了，笑死。看看就好了，反正我们是无法参与到这部分的。真是很狂欸，就是怎么说，没有人讲，我们都不会看到。你说是假的，我可以信；你说不是假的，我也信。其实有钱人蛮多都很低调的啦，你们有看过什么很有钱的人吗？我还没有欸，我其实有在思考要不要去打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之前看过就是那种说他是乞丐吗，他也不像，就是他睡在路边，可是你过年的时候你不会看到他，然后年假结束之后你会看到他在出现，然后他都特别的干净。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飞行？
我跟你讲，我有我认识的是，好像三年吧，三年就缴完800多万的房贷，三年哦，真的是他在这段期间，他吃好的，穿贵的，他可以买精品，就是。买的衣服也都是贵贵的那种，什么圣罗兰啊，我也很有钱啊，我有钱的地方在这儿，还有这儿，谁不有钱啊，对不对？那没有你有钱呐，陈。再去装点水。今天开到4:30，我要去拿充电器，我觉得我的手机等下会没电，先充。不知道为什么灯关起来之后皮肤看起来很好，还是开一点点就这样。我这人每次都会滑那个滑D卡，就看人家分享什么好吃的啊。
Pokemon。 哎，那不得不说我那个，我这个帽T我真的是算蛮早就拿到的。可是这个版型，如果我买大件穿起来。有钱人吗？我觉得不用到特别有钱，但是就是能过活就好了。但是买大了，我觉得它的版型不一定是那种穿宽宽松松会好看，有可能它的肩线掉不下来，那就不好看，不顺。你就说有钱吧，如果他能养我，这是最好啦。笑死！没买错赛什么？我觉得还是可以大一个 size 啦，差不多。哎，我这个袖长真的有一点短，真的很好笑。你看我的 put your hands up， 然后这个手就在这里。谢谢。这是卧蚕吗？卧卧蚕吗？那卧蚕可以练的，因为卧蚕是肌肉，他你妈要教的，是不是？要的。你为什么要现在讲？我就想说关播的关播前再来跟你说生日快乐，好哦，好。真是的，他都没看到。我现在要来念心灵肉汤了，大家。一二三，拍手。等电脑跑一下，好。一二三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播猜的热热，现在的时间是2022年3月23号下午4:02。我们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心灵肉汤了，听好了，今天的第一碗肉汤，世界很大，没有那么多的感同身受，你不需要让人看得起自己，你只需要做到对得起自己，懂你的人会用你在乎的方式理解你，不懂你的人只会用他习惯的方式误解你。一个人的动力最怕被人泼冷水，讨厌也是。动力要经过多少个夜晚的自我对话，还有多少次的自我怀疑才能催生出来。而提着冷水的人却只是泼完就走，从来不负责。然
单了。当一个人用心在做事时，只有同样愿意努力的人才懂。都是这样的，立场不同，角度不同，高度不一样，视野不一样。要知道，我们无法控制别人怎么想，但别人也无法干涉自己怎么做。世界是很大，但没有那么多的感同身受。记得要好好经营自己的人生，努力保护自己的认真。时间是自己最好的朋友，那些所有的怀疑，岁月自然会去回答。这是今天的一碗肉汤。熟悉时钟的你，那么美丽。喜欢这一句话的，记得要好好经营自己的人生，努力保护自己的认真。这一句记得。好，那我们要念第二碗肉汤喽，听好了。人生是一条要陪自己走很久很久的路。不要担心别人说你不能做什么，你该担心的是因此什么都没做。等一下，我们再来一次。人生是一条要陪自己走很久很久的路。不要担心别人说你不能做什么，你该担心的是因此什么都没做。我们都有难以克服的习性，会在乎别人的眼神，会担心别人的想法，会想迎合多数人的期待，会因为别人的反对而退缩。然而，人生最大的错过，正是因为担心而什么都没做。做了当然有可能会后悔，但你也因此有了答案。没错，只会徒留空格与问号，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断的回想。不要去担心别人如何说你，不要去担心别人如何说你，那应该是他们的烦恼，不是你的苦恼。记得。人生是一条要陪自己很久很久的路，人生是一条要陪自己走很久很久的路，别为了证明自己而真的头破血流，要因为喜欢自己而活的。要因为喜欢自己而活得优雅高尚。对，这就是今天的两碗肉汤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你怎么靠近？你怎么靠近？3月24号，
好想睡觉。Oh baby baby baby， 你要我怎么做？只有你的爱。请你手把把头。我们这样见面，我们今天直播结束之后，今天直播结束后，下次见面就是公演喽。哦，要不要一起在一起？我昨天去学校这样绑，这样，然后后面绑一颗。那不定主意，惩罚的男子，扮得不满意 ，forever 很在意。希望礼拜六的公演我不要跳错，太久没跳了呢，很紧张哎。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失望。应该是不会啦，大家都生于遗忘，有点应该是不会啦，对不对？那你问他失望什么？对啊，没什么好失望。公主头，巫师头，礼貌的回敲了一万遍，我不是先生。会不会来？就是我刚刚好丑。有意义，我不很容易忘记吧？不会的啦，嗯。这个来，叔叔看完新的，叔叔跟班生看完新的是蔡龙胖。忘记物美剧院是不会啦，因为通常都是到了公司才会到物美剧院啦。这个新的是拆了，对啊，通常都有专车。最近都撞时间，你最好是未来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蛮喜欢这首歌的。看来忘记你了，什
什么东西啦？对啊，坐侧边哦耶！今天这礼拜好像蛮多人坐侧边的。这首歌我不知道，就很喜欢旋律。你到了，到哪了？乌梅吗？这么早，你去哪干嘛？夜排啊？车型很近啊，但就是车型有车型的优点，也有车型的缺点，但正面也有正面的优点跟缺点。尽量可以握手，嗯，差不多。尽量可以香水味，不用数这么久。OK OK OK， 就看哪个哪李佳丽的灯牌，这样就知道。所以现在是自己选位置是吗？看你找不找得到。我觉得还不如直接给店长配。I want you, I need you, I love you。这次有卖完吗？还是有剩？不知道。可以买吗？那不是为了你，我哪会叫你要求？我现在可以买，请大家楼上揪楼下，爸爸揪妈妈。哇哦！
香菇要来吗？你就带一个人形立牌，然后公司就会阻止你，然后你就跟公司讲说，可是他要买位置哎。不是，你要说放人形立牌容易夭折。不是啊，人心立牌就真的很容易断掉没。阿远变废纸了。Psycho Psycho， 加固加固。合照要钱呐、啊！哦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昨天上 Photoshop， 然后老师就叫我们去背，他要叫我们去那个小鹿斑比，就一只鹿。然后呢，我修完了第一只，我修超久，而且修的超好看。我去被按确认，点下去之后，哦，超好看。结果我不然按那个 Ctrl 加 Z， 直接回去。然后我又修了第二只，然后想说，好，快速的修一修，修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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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，宕机 ，Photoshop 直接坏掉，直接给我重新启动。我又修了第三只，我直接算了，随便修。所以我昨天那个小鹿真的修得很丑，我在那边涂那么久，对啊，开到四点半。看来该换电脑，跟学校讲。四点半，气死我了。接电话，哎，青苹果回来了。我今天眼睛看起来好大，但我没有开大眼呢、欸。大眼，大眼，大眼，为什么滑不动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滑不动？因为我没有办法大眼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有了。嗯，我今天眼睛看起来好大。这眼睛真大，
您最大的没有啦。我觉得我的眼睛其实有时候在别的成员旁边，我的眼睛不是算大的、欸。我眼睛并没有很大。我学没有很大，在七七旁边，我的眼界没有大。欸、如果毕业，我已经选好，我要选这首，我真的好喜欢这一首。就这首了。隔离都要回来。我毕业的时候还需要隔离吗？别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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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我去买了这个，超可爱的啦！这个是什么？甜心卡。甜心卡。布丁狗啊，看不出来吗？看不，只知道一只猫。它是狐狸。吗？这是狐狸吧？我毕业你会哭爆哦！原来我们这么有感情是吗？我都不知道。你真的暴力过我？布丁虎柴犬吗？他看起来像柴犬呢，是吗？你会哭爆吗？对啊，都是疑问句吗？不一定，我觉得。毕业你们会哭吗？你们可能爆。哎，我毕业我应该会哭。我终于毕业，我成绩可以毕业了哇！这样，我居然，我不敢相信我可以毕业，这样应该。我跟大家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今天是3月24号，你们知道明天几号吗？明天3月24号。等一下，今天是3月23号，你们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明天是3月24号，小米的生日。祝小米生日快乐！我刚刚在讲什么？他祝你有没得走？我们五六七八一起来唱啊！五六七八，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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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、yeah!！在讲什么？希望你可以跟你男朋友长长久久，记得结婚的时候要告诉我哦。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儿童就比我没得到，应该快了，要结婚了哇！真假的啦？
不会，生日啊，不是你结婚，你结婚的时候记得寄喜帖到公司。开了先说，刻在我心里的名字，真假的？你认真你要结婚的吗？应该没有吧？包多少？他只要登记哦，这样你就不能请那个知名女团、知名偶像女团来表演呢？知名偶像肉肉来表演。你认真要登记的哦，快登记了是吗？认真吗？你再说一次，我不知名吗？你都知道我是谁了，你都知道我是个 D 人了。你认真要登记吗？认真吗？认真快要登记了吗？不是啦，我刚刚没有看清楚嘛。真的假的啦？不是，我是关心人家，我不是要八卦，我要祝福人家。问你啊，不然问谁？问叔叔，叔叔要跟谁登记？然后叔叔就会打一大串问号。我根本先知啊！叔叔要登记什么？我跟你讲，登记打第三季，大概今年底。哇！恭喜耶！你应该要把你男朋友也抓来的。让我好好跟他讲讲话。第三集被逐出，哇！你们认识多久啦？这现在才正要开始八卦。你们认识多久啦？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五年哦。不能问哦，不能关心一下吗？人家要登记耶，如果登记之后对他不好怎么办？我要问清楚大名叫什么，家里住哪里。如果对他不好，他就死定了。哇！恭喜耶，恭喜！你告诉他，最好是给我小心点哦。他敢欺负你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认识很多人哦，我好歹又认识40个人哦。哎，那个渣男，我跟你们讲，有新的进度，我一定要跟你们讲，超好笑的。结果他那个女朋友啊，就是受不了之后，他就直接传讯息给他爸爸妈妈。很好笑哎、欸！他传讯息给爸爸妈妈，那
但我觉得那个女的蛮有问题的。哇，你又回来了！好了，差不多了啦。学长结婚，生日快乐！哇，看到粉丝去登记，真的觉得好不可思议哦。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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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，心里满足，我也满足了，跟着去哪，很开心啊，前哦。你可以写信去问公司可不可以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拜拜，多多分享陈南有意思的影片。拜拜。